我现在开始直播了，各位观众朋友、直播粉丝们。你走过来，你走过来，你不要在那里。声音会干扰啊。没关系，但是不要在那边，那边位置会拍到。后面就叫你。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去随便乱踩路边的野花。这个我是真真，我来直播了。那么如果想要一诊执行任务的话，赶快赶快来我的直播。你那边人数几个人？现在400多。拜托快点，拜托大家帮我分享分享再分享。如果希望一诊执行任务的，拜托来看我的直播，拜托拜托，赶快！现在在看一诊直播的，赶快来看我的直播，我在直播喽！记得转到我这边来看我的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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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直播，你走开，你去旁边啦！大家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因为刚真真要用直播的那台手机有点问题了，所以比较晚开始直播。那请大家不想看他做任务，就赶快来看他，赶快。对，赶快来看，赶快看我，大家帮我分享好吗？帮我分享，拜托不要让我做任务。前面的任务呢？前两关虽然不能告诉大家是谁执行的，但是哎，这会不会太棺材的敌情？他400多了，他也400多了，没有，我才184啊。是吗？但是现在哦，已经到了200个人了，大家拜托拜托，再往上冲，可不可以让我冲超破500？拜托，我真的不想执行任务，今天这个地方真的太可怕，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我知道我知道，我会这样，因为声音会说，我会走到这边来就好，我不会过这个。大家都知道真真最怕草了、就是如果想要看精彩的画面的话，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曾经有发生过人伦悲剧的一个鬼屋，大概是长这样。那么后面呢有一间小木屋，不是小木屋，铁皮屋。哦，我都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有一个铁皮屋就是我们等等要执行任务的地方。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如果大家不想要我执行任务的话，拜托来我的直播帮我分享好吗？拜托人数不要再少了。那么医生那边几个人？今天真的是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日子，我们现在那边出外景啊！不要，我不要出外景。那么拜托大家不要让我出任务。然后谢谢你们，从医生过来了。谢若维不要叫我，什么意思啊？谢欣，谢若维，12点的鬼门开了没有哦？11点就鬼门开了，因为鬼门开是用子时，等于说现在剩下这个时辰真的哇，剩5分钟就要鬼门开了。在鬼门开的一开始做任务真的太可怕了，我真替医生感到担心跟担忧。拜托大家来我这边啦，拜托不要去医生那边。婉萱，婉萱，救命！快帮我分享，大家快帮我分享好吗？拜托，不要帮医生加油啦。然后现在我的人数又在节节的飙升了，就跟我的演艺事业一样正在节节的升高。现在呢我们待在这个地方是曾经有发生过倒数一分钟，不公平啦，我的比较晚开。谁会待到一整直播结束？Recent 糟糕了。那么待会我们就会结。刚刚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讲出来。总之就是刚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谢欣来看我了，不好意思，谢欣在我的直播间。靠，他说大家一起去看医生呢。谢欣不要了。谢若维，你干嘛啦？谢若维，谢欣我最喜欢你啦。哇，你人数有600多个人，我现在到400多了。谢谢。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希望大家在哦又在网上飙了。要为你洗手。对。那么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曾经有发生过全家人都被灭口的一个状况，是被家里面其中一个成员灭口。谢谢说我从真真那边跳槽过来的。3 2 1 6 6 1045，去掉1000，455，所以 yes 不公平，我比较晚开。机器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是都是正常的、啊。这个就跟个人的磁场有问题，有关系的。你也许跟这里的磁场比较不合，所以大家就会希望你去做任务，希望你可以排出一些精彩的鬼门开的第一现场。开电视，然后今天的谐音哦，对，妇产科也很恐怖、哦。今天晚上11点。在未来综合台26台要播出的是血阴妇产科，是我跟真真，不是娜娜、我跟娜娜，是的，你可不可以把
你跟老伯跟小三先搞清楚。我跟娜娜，对，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紧迫，所以大家、先谢谢大家这个来进来我的直播间，然后谢谢大家来我直播。待会呢，真正就要去执行任务了。然后在这个直播任务同时呢，希望大家可以锁定26台收看《来自星星的十只淘宝宝好兄弟》。今天的有奖征答的题目是，有奖征答题目。看到最惊吓的片段。今天一个开放式哦，今天难得出一个开放式的。开放式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你觉得节目当中让你最惊吓的片段是什么？然后在这个12点的时候回到我们星星的粉专，然后留下正确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留下你的个人专属深刻的答案，那我们就会从中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精美的奖品。Yes， 还是要，虽然我输了，还是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谢谢你们来我的直播，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因为我跟医生两边加起来是1100多个人，哦、所以真的非常谢谢这1100多位的粉丝的支持。对，那么在这边晚上节目要开始，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拜拜。